那我们先用注音符号呃呃，哦，知道呃吗？像那个钩子一样的那个呃。好，那我们现在来分第一个，就是我们数位课程里面的那个声音上跟下。那你们可以不用拿教材，我拿给你们看就好了。这个你们回去再自己。现在我们讲的就是第二张图，好，这一张跟这一张，所以我们现在侧面在这边，请你自己摸一下耳朵，然后前面的应该是说我们的上颚骨跟下颚骨的交接处，然后嘴巴轻微打开，它应该会鼓胀起来，对不对？好，这边是我们的分界点，好，水平线切出来就是我们的分界点。那怎么去分上跟下？请用你的听觉，请用你的听觉，然后我们这一条水平线以上的叫做上方，以下叫做下方。那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你听自己的声音，不是别人听你的声音哦。再讲一次，比如说我现在讲话轻轻的讲哈，然后我出一个我这边为分界点，我的耳朵就在这边，我听到的声音是在这个地方，我发声音的位置，而不是这样懂我在讲什么？哦，不是，我不是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这边，我听到我的声音在这边。OK， 我们声音要处在下方，所以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做做看，你们可以拉长一点，或是简短的下去试探。OK，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有问题可以举手问一下。好，然后有没有什么方向？也就是说，你看这样刚才试完，因为大家都在做嘛。好，所以正常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们声音是折射出去回来，我们可以借由旁人的角度去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直接听到最快的声音是最直接自己身体里面的声音。所以我们的"这个字，大部分要出的声音就在这边了。那我们的声音基本上会在下方这个咬字啦。好，所以现在你们出了一个声音以后，我再给你们出第二个声音，我们出 O， 好，然后你们用 O 跟这两个声音做分辨，来自己试一下 O， 然后再好，来，有没有人可以跟我形容一下，就是说 O 的感觉在哪里？这边面罩，我们称这边叫面罩好了，有一点鼻子的声音吧。那呢？在这边。好，一般人不是说讲话用喉咙不对吗？唱歌用喉咙不对，我们要用肚子，或是说我们要有共鸣，对不对？那正确的话哈，我们的声音就是从声带出来嘛，这是最正确的。所以你们这边会有感觉 ，o 那我们的声音这个是正确的，经由传导出来，比如说音量就不一样，你会听到那个穿透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比如说一般讲话只有经由比如说后面会讲的头腔或咽腔的共鸣出来的音量是不一样的，好，穿透力也不一样。所以现在请你们用的位置，然后把 O 念出来，也就是 O 好，有没有觉得无法体会的？可以提问哦。我们面授课主要就是提问部分会比较多。好，有没有做不到的？就是说，还是说我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做到？有没有？
没有吗？好，我再做一次哈。我们的时候会觉得很像，声音比较粗糙，对不对？好，那 O 的时候，一般原本刚才你们做了面罩的 O， 感觉这样你自己听起来是不是比较大声一点？实际上，别人听起来会比较小声一点。那我证明一次给你们看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找对角，来，我们请这位小姐好了，请你念一次好，再念一次，我们用原本的方式念一次 O。好，再一次哈，我们请最斜对角最远的小姐，好，帮忙听一下，她会讲两个字 ，a 跟 o， 那用同样的力气就好了。好，再一次 ，a， 好，再一次 ，a， 好 ，o， 再一次 ，o， 好，你听到她的 a 完不完整 ？o 呢？也算完整，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发觉 O 的部分在 O 后面尾巴的部分比较听不出来？好，请你用 A 的位置念 O 看看，也就是 O， 对，感觉声音是念在这里的。好 ，O 后面的声音完整吗？再听一次 ，O 比较完整，对吧？那是因为我嘴巴没有在缩小。对，好，那你声音再往回到你的面罩再做一次试试看。O， 后面的结尾应该不完整吧？没有听到那个 O， 那个结束音 O， 这就很完整，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会把声音觉得在我们的共鸣区多就是正确的，有些就是。有些有学，甚至有学唱歌的人，那其实共鸣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可是他们是一样重要的，也就是说位置也很重要，声音的它处在我们的下方是非常重要，所以有顺序的。第一个，我们声音要分上跟下，声音要在下方，完了我们才会去讲究你的共鸣，对不对？共鸣要传去哪里叫共鸣？比如说，我们的。有的男生唱歌比较高，信乐团张雨生，哦，他们唱歌的方式是使用咽音，咽喉的咽，在我们共鸣腔里面叫咽腔，它是在我们比较后脑区块，声音会变这样子，比较尖 ，OK。有的人是用头腔，声音就像这个样子，比较中庸一点，比较厚实一点。有的人讲话有鼻音，就会用到鼻腔，像这个样子。OK， 所以三个不同的腔式，我们的声音大致上是往咽腔跟头腔做使用会比较轻松，这是共鸣腔的使用。可是刚开始共鸣腔是比较不容易拿捏，也比较不容易懂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觉得哦，我就把声音放在上方就对了，也就是说有共鸣就对了哦。实际上就是我们宁愿先不管共鸣，先把声音放在下方，这时候你的声音大致上已经对五成，如果你有正确的呼吸，然后再加上声音在下方，你的声音至少五六成以上的正确度，这种声音可以使用很久。也就是说像你刚才讲的 O A B C D E F G， 甚至卷舌音 知知诗，没有卷舌音滋滋滋，我们声音就是都是在下方。可是如果你讲话常常会这样，然后或是讲一阵子就没声音了，这代表你的声音比较常跑来跑去，也就是在这条水平线上上下移动。像有的字，像你刚才没有跟你们提醒之前，我们的 a 是不是念在下面 ，o 是不是念在上面？那正确在讲，正常在讲话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声音就是这样子跑来跑去的，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现在要把声音完全固定在下方的位置，所以讲话会变比较轻。为什么会变比较轻？比较轻你才能去体会声音有没有在下面，这样懂吗？好，所以现在这个是等一下练习，所以我们现在前面先来试试看。好，来，你们先拿起来你们的讲义，我后面有打两首唐诗啦。那第二首唐诗齁，它的卷舌音跟非卷舌音比较多一点，
那你们介不介意就是说每个人念一次独立的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然后你们不一定要大声念，念到自己听得到就好，好，或是隔壁同学听得到就好了。那我们念第一首好了，好不好？那我先念一次啦，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我前面用两句用的是上方的位置，后面两句是用下方的位置，也就是说再一次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是上面的部分。你们听我的声音听起来应该会比较厚重一点，对不对？然后觉得以舒不舒服来讲，我们先排除，就是说这种声音感觉比较有力道。OK， 第二个，后面两句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这样的声音应该比较轻一点，比较薄一点，可是应该比较舒服一些吧。所以我们唱歌的话，我会要求学生用第二种声音唱，只有在部分要做情绪的时候，我们才会用第一种声音。可是你们要演讲的时候，我就不限制，可是第二种声音对自己的声音比较好。第一种声音它比较容易劳累，因为我们是用挤压的方式去使用我们的声音。好，所以现在我们从男生先好了，好不好？就是你自己稍微念一下。第一首。对，第一首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 ，OK， 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OK。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来，其他的同学，你们可以自己私底下念一下，然后等一下分析一下他们的声音哈。男生的声音现在目前鼻腔共鸣偏多，所以稍有一些鼻音。为了要念清楚，所以他吸足了气，然后把声音推出来，好，对吧？那在鼻腔共鸣鼻音的部分，它是可以直接消除的，也就是说，等一下解说完再教你怎么做使用声音。那第二个，刚才他吸饱气以后，你会听到他的声音出来以后是有力度，而且想要把声音念标准的。好，那可是有一些声音气音偏多，也就是声音的完整性不够。第二个，我们的部分的咬字部分，等一下我们调整一下，他的声音就会有很明显改变。好，第三位同学的声音蛮正确的。好，他的声音算是清楚，然后因为声音清楚，所以我们的咬字会很轻松。所以正确，我们讲话咬字要标准，我们咬字要字正腔圆的时候，我们声音其实越小声越好讲，好，因为越好控制，这样大家了解吧？好，那我现在先做我的实验，可以吧？好，做我们的简单的范例。好，来，再一次，请你深呼吸一次。好，深呼吸的时候，我们不抬胸，不抬肩，也不鼓胸，所以再一次，慢慢吸就好了。然后，对了，好，再一次，吐掉。好，正确的时候会像他刚才这样，下方先鼓起，然后整个肺才鼓，因为他比较瘦，好，会有很明显的，会有很明显的那个起伏。再一次，来，好，吐掉。好，现在再一次，我很吸完气以后，然后发出一样的声音，那念一个就好了，来，谢谢。好，再一次哈，放松一点。好，来，请问一下，这个声音有鼻音吗？你们觉得比较没有鼻音吧？对吧？好，再一次哦，我再示范一次，有鼻音的是这样，对吧？它会变成的声音。好，我们要的是肚子饿的饿，一饿的饿，声音在这边，对不对？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声音在这个区块吗？可以。
好，所以请你再念一次，我要你用这个地方去念白日依山尽，会变得比较平淡一点。那你念念看。好，对，正确的时候，在更改讲话习惯的时候就会像这样，原本的习惯跟你要更改的方式有很大落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变化会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有些人只能在私底下做练习。所以你们等一下后面讲的部分，你们回去如果就是有严重的鼻音，或者是说你们讲话常常讲没几句就不舒服就不行了，那这些练习对你们来讲会非常的有效。那我教过非常多的学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改变，就是声音是变得讲话变非常清楚的，包含咬字方面、唱歌方面或讲话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改变。所以现在等一下我们要带入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共鸣部分。所以刚才讲的部分全部都是上跟下，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音很容易让我们的声音处在下方。那什么叫下方？这条水平线以下叫下方。如果你耳朵听到你的声音在你的头部，好，你的声音在你的头部，以刚开始你们现在的状况来讲，大部分的人耳朵听到声音在头部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是比较不正确的，不是说完全不正确哦。好，有些人他的听觉，就是说他的声音本身就已经正确一段时间，所以他的声音是很完整的。完整的声音上下都有，完整的声音上方跟下方都有，只是说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头重脚轻。好，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的声音要在下方，可是是舒服的轻轻讲的这种声音。所以你们回去怎么样改变讲话习惯？如果你的声音使用起来不顺畅，请你先减低讲话的音量，第二个放慢讲话的速度。所以声音讲话的速度大概调整像我这样子，那字数尽量不要多，也就是说不要一口气讲很多，两三个字就好。比如说吃饱了没，吃饱了，不要说吃饱了我刚才去吃什么一大串这样子。好，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分段性把声音使用的时候，去好好去体会你的声音在哪个位置，然后时时提醒我声音在下方，轻轻讲，然后吸饱气再讲话，这样了解吧？ OK， 声音处在下方。那你要声音处在下方比较好做的方式是什么？吸气正确，这样了解。刚才我先整理一下，刚才到现在，第一个讲话前端。